你回来啦？怎样？有没有遇到你的暗黑女王？哦，看你那个脸，我就知道了。哎，我不是数学老师，都知道你今天遇到暗黑女王的几率是 zero。 更何况你当天又喝醉，能清醒的认出这个人的几率应该只有5%。哦，铁不凡，嗯，有一个理论说人把嘴巴闭起来比较健康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什么？不然会被打。哦，哦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说如果那个暗黑女王啊，她又是长得很丑，还是她嘴巴很臭，还是她跟你一样很会吃也很会放屁，或者她是男的，3年18手公主，她是的。 王强大，我喜欢你，我乃是真爱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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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来，刚刚跳上去，你就把它关机，也不等我穿档，我一直跳，一直跳，我要再跳一次了。